我绝对冇讲过。你呃人，呃人有样睇，滴汗戚眉露晒底。你呃人，你呃人。我正话都有留意到佢讲紧大话嘅时候咧，佢有一个特征嘅，佢系会滴汗嘅。植珠又蠢唔晒，讲大话真系有样睇噶。加拿大卑斯省大学心理学家研究首次发现，人嘅面部有多组肌肉系难以控制。而睇啲嘅有眼眉周围嘅皱眉肌，同下巴同嘴角之间嘅口角降肌。讲真话嘅时候，呢两组肌肉会比讲大话嗰阵收缩得多啲。仲有颧骨同嘴之间嘅颧大肌，一个人假笑嗰阵会喐，扮伤感嗰阵额肌就会全面收缩啦。心理学家话，大话越复杂或者涉及强烈情感，越有机会露出马脚。就算你是大话王，都冇得掩饰。有冇人讲大话嚟讲咧？就我唔知道。不过嚟讲咧，我哋呢边肯定冇讲大话。Dream Bear 咪咁激动，唔系好易露底噶。你睇 CY 就淡定得多啦。我冇要求缩短双排嘅续期嘅年期。第二，我冇喺讨论廿三条嘅时候咧话。咦？呢度有啲小动作喎、唔通？咁又咪乱估，有怀疑都系去求证好啲。